术抱拳礼知多少？左掌为文，右拳为武，两手环抱于胸前，表示文武兼修，文武并进。左掌五手指代表五湖，右拳四手指代表四海，两手环抱于胸前，表示五湖四海，天下武林是一家，以武会友。左掌四手指代表德智体美，大拇指内口代表谦虚，不骄傲不自大，右拳表示勇猛习武，两手环抱于胸前，表示武不犯禁，止戈为武，